我这我当了，哎呀，老了，这个腰。我是苏敏坤，我今年70岁了，我现在在那个大楼做管理员。我小的时候，讲真的哈。 我也不喜欢读书了，我妈妈就在那个中正路北门大教堂有一间那个金山木器行，买一个衣柜回来。他问我看了那边有没有需要学徒的，他说有，我就去那边学徒，就开始学做木工。啊，学了没有多久哦，我又想换了，又跑到别家去，跑到别家又做没有多久，我就去买一些。 抛刀啊什么，我就去跟他做剑的。年轻，我在做家具的时候，一定我很龟毛，一定要做好。这个东西要想说我们自己可以不可以用，像做吃的是一样啊，我们吃得下，人家别人才吃得下。我的观念就是这样。 年轻的时候头脑还蛮好的，他一跟我讲，我马上就翘了，就开始会做了。外销那个美国的那个雕刻的，我也去做；销日本的那个红木啦、紫檀、黑木那些，我也做过。后来我就跟我太太结婚了嘛，弄个工厂就开始自己当老板，这样，就这样。 都说话干干净净，像我这都没有查过啊。假如有的话，养久了就把弄这个猪毛刷把它刷掉，摸的好细呀、啊。怎么认识的？这个怎么讲？ 年轻的时候就去，就在走读的就把他看到就把他二七三了。你是土匪啊！我是地啊，是地。<笑><笑>
这个骗你的人，这怎么讲？那时候我17岁，那时候她长得真的很漂亮。啊，我心里其实我也不会想说想要去跟她交什么朋友。啊，后来我退伍要回来的时候，我一个结拜兄弟在跟我讲，那个其实起来做太太蛮好的、啊，我什么银行的啦、啊，什么电信不是啊，我爸爸在电信局上班啊。男生他阿妈他们那个一直来提亲，叫没人讲。我就没有那个，以前就很就嚣掰了，不是讲嚣掰，就是没缘分。哦，什么大咖的来找他都比啊，那住好的就是要嫁给我的。哎，你可讲？对吧？啊，我个皮呀、啊！我就去找他爸爸谈了、啊。哎、欸，他不是，他长得有够皮、欸，他自己讲那个什么一皮梨什么？啊，一皮梨是以沙西。他就叫没人来讲，我就跟他那时候我们就看电影，去国民戏院看电影。啊，看见没有爸爸遇到，我妈就回去跟我阿妈讲。好晒呢，啊，这小孩那一高级欧尼桑。为什么跟一个老人？那时候退伍回来，黑黑的，头发尖短短的，啊，瘦瘦的，瘦巴巴。姐，我就写一封信，他一好在我们那个巷口那里了哈，我就叫我老三拿信给他，我说意思是说不要，因为我爸不赞成。哦，他看到信马上跑到我家去跪我老爸，还没人来提亲呢。他说：“伊就讲，伊要自杀。”他那时候真的，我不知道那个。你娘的！你讲，你讲，你叫我讲，你叫我讲，我阿妈就说：“啊，你哦，伊有一手功夫，我讲第一面来听，伊有一手功夫啦，袂歹，较早是一技之长就不错，不是公务人员。”就说：“万一他人家厉害，人家安怎安尼挑人失德，这良心会过意不去。”我阿妈一直鼓励我。住好好的，卖干嘛？对，这是不是住好好好的？谁要跟谁吃饭都住好好的，这没干嘛？而且你现在叫我讲，我听。讲讲了就闹什么？就闹这种方式关系，后来才慢慢喜欢的。洗头不喜欢了，洗头要清擦的时候，他都不一样。这不是乱讲的，你想听啊？结婚下去就要慢慢好了。他就想，我就想要认命啦、啊，就想跟阿叔结婚呗，想。我讲好了哦。要什么？咱们就做结婚的小钻戒呀，对不对？是小钻戒啊，吵架夫妻之间都会。我有一个儿子，三个女儿。啊，我儿子现在在那个科学眼镜里面做那个通风管了、啊。啊，我大女儿现在也是在餐厅了。啊，第二的也是自己在开餐厅了。小女儿本来是在餐厅，后来她现在在一间设计公司，好像是代书吧，在那边上班了，在竹北了，也是蛮好的了。被害的那么惨，
啊，没有想到吧？怎么没想到说这个社会会变成这样？75年6月19号清晨5点多，有人来敲门。我是开家具工厂，家具工厂是在1楼，我住2楼，我就从2楼马上下来开门，我就请问他，我说：“哎，有什么事，请里面坐。”他就弄3字经、5字经一直骂。啊，我太太从后面出来，我就跟我太太讲说：“我跟他来去看看，我看是什么事情这样。”就从我的裤头拉着，拉到车子里面，就直接开，一直开，开到清早派出所。打开我就看到那个我的工人，我说这个是我的工人，4、5年前我有跟他工钱的纠纷，干你娘，塞你卖个给了啊你了，哦，就直接把我拖到里面，还没到2楼。就一个耳光把我拍下去，我的眼镜就掉下来，就直接拐到里面。你开车，你带阿水，你东西拿去。我不会开车，阿水我也不认识，什么东西你要跟我讲？干你娘，塞你卖个给了，就叫我那个外衣脱起来，外裤脱了，剩下一件内裤，就铁管拿起来绑起来，就把我吊到桌上，就脚趾踢。我现在这个腰。腰还是会酸痛，那时候我差一点就没有命。那毛巾把我拉紧，喉咙把我压紧，开始灌。他看了看我，好像是已经没有气了，就把我换了下，一直跟我拍，收回，我才慢慢就醒了过来。后来笔录做完了，就把我扣到那个墙壁角落，扣到那个地方。我那工人郭忠雄就走到我面前了。哦，我较早外号低的低，用低的低，我好像也动不掉，才跟你改安尼啦。我就跟那个刑事组长郭忠雄说，他被刑警没有办法才咬我这样，这杂毛毛听到吧你。郭忠雄就再被拖进去打了，就开始又被捶了，这样啊那时候就开始捶完就开始。宣布破案了嘛？当时经营家具行的老板苏炳坤，遭到前员工郭忠雄指控合伙侵入新竹市金瑞珍银楼抢劫。郭忠雄在被捕之后供出，和目前在逃的另外一名绰号叫阿水的嫌犯，一起在今年3月23号以菜刀杀伤了新竹市金瑞珍银楼的女主人，并且抢走黄金30两和全部的项链手镯。被指控嫌犯的郭忠雄和苏炳坤两人双手上铐，站在警局里。但苏炳坤从头到尾否认涉案，并指控遭到警方刑求逼供。就送到新竹看守所就被关起来。隔天起来了，里面那黄的，那个住在里面那个说：“哦，你怎么你困哦？为什么你化完弄啊？你是什么代志安尼呢？”我。隔天我就讲给他们听，我一直讲一直哭啊。里面人也对我蛮好的，说你安尼你吼，你免说吃饱，你家己说你，我伫党你都免做安尼啦，都对我蛮好的。我太太叫做请被告的律师叫李文杰，开庭我每一庭哎都哭了，我跟那个法官是又是含冤嘛，啊我的判无罪，我的教保无望。我的教保出来，啊，出来我傻傻的，我想说我冤枉，对对，我很气的，我的个性说我没有做，你要把我弄成这样，我就要去找联合报记者，开说要
国家赔偿法。结果过没有几天，检察官把我上诉，上诉到高等法院，他判我15年。我就当庭跟他讲说，审判长，我是冤枉你，为什么判我15年？这样，我当面跟他问了，他说你不服回去15年上。上诉到最高法院就被驳回，等于就是确定的了。哦，我那时祷告头一直哭了啦，我怎么会这样呢？就要去关了嘛。后来我太太就去找那个检察官高兴武，他说我给你延3个月了，看有没有办法提起回向上诉，或者再审这样了。啊，后来3个月到了嘛，还是没有办法，我太太就去找高兴武。高兴武说，叫我太太不要讲，他知道，你回去跟你先生讲，一面跑一面打官司这样啊。到哪里去跑？我还是躲在家里啊。我太太说，这价格不行，再多的钱也会花光嘛。他就到私人的那个电子公司去上班了，我就晚上整理资料，他就跟公司请假，早上就坐公路去，到处去澄清这样。有一天有人来敲门，我就从后面跳走去找我那个朋友，结果那一天有一个老先生就在旁边听了，他说你是冤枉的，我跟你帮忙。那个是谁呢？认我做义子的叫杨景彤，他说我跟你帮忙，你确实是冤枉的。后来就常常到我家，他说要认我跟我太太做义子这样，我们就跟他跪着跟他跟他谢谢这样。我义父就跟我太太到监察院、司法院什么，我一直写状，到处就对。压力大是那个咸嘛，肝咸。我常常到桃园去拿那个药，做到长庚嘛。结果我下车，我不敢从正门到旁边进去。结果要开那个门，跟那个医生讲的时候，那个刑警就过来把我抓了，就把我抓了。这一躲就是10年，苏炳坤最后还是在民国86年遭到警方逮捕。整个都是冤枉，从审，从到那个二审哦，那个法官都没有给我讲，没有给我讲话的余地，就是很草率就跟我判下去这样。就后来就在第四次会场上诉，那时候已经关了好像快1年了。那天在吃早餐呢，我有订报纸，看到被驳回，那时候整个血压就高起来，就大喊大叫，就把我带到那个有会打针的了，他就帮我打一个针，心情就比较平了。啊，那个介护科长蛮好的，本来写信哦，一个礼拜可以写一次，他就交代他主管说给他写，每天给他写没有关系这样。啊，有一次我写的心情很不好，被他看到我信写的。好像要想不开这样，他就来骂我，你再乱乱写啊，你再给我乱乱写看看啊，你要想开，外面那么多人来跟你帮忙，你不要这样写，想不开了。后来我义父就跑到那个新竹法院，就一直陈情就对了，一直跟他们喊了，还是没有办法。还是没有办法啊！结果我义父在那新竹地检署，他自己上吊就翘掉了。我太太没有跟我讲了，典狱长他们那报纸都跟我收起来讲。刚才拿下来洗那方面那么快，吓一跳，不能跳出去，跳出去风大了，这样会到地上，要集中。
以前在老家那里工厂那边啊。如果要去看他的话，我就准备炸猪排啦，这很多盒子，砖啊、菜让我带进去。我说那个老妹妹真的，他知道他冤枉，他带的东西如果准备比较好，那我们小朋友会想说，妈妈要不要留一些在家？我就说，我不要给爸爸了，改天我再买来煮。小朋友都大概都知道了。读到高中的时候，有上班的时候赚的钱都拿给他妈妈。哎，有一天保外就医回来嘛，听到那个电视报道说陈定南他可能会当华务部长，刚才还是委员嘛，我就资料马上弄齐全，马上寄给陈定南。有一天晚上清晨就对了，到两点多突然电话响，陈定南他本人打电话到我家，他说啊你怎么会在家？我说我保外就医这样了。我就问他委员啊咱总统哪九年干不死啊呢啦，伊讲通盘性的无啦，个案的有安尼啦，就一直等等等等等都没有消息。啊到那一天12月8、9号，电视上有播，我没有看到电视。我那个鹿谷有一个卖茶叶的朋友，也跟我一样姓苏，懂我他有看到你哦，有念到你的名啊。今天是依赦免法第三条规定批准苏炳坤等人的特赦令，并且决定于后天国际人权日实施。我们很感激，很感恩呐、啊。感谢，不然十几年来痛苦、哦、感谢了，是感谢再感谢就对了。马赛这么。苏家一家人得知特赦消息，眼泪没有停过。虽然总统给了苏炳坤清白，但这十多年来的煎熬，已经让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几乎毁了。特赦过，心情还是闷闷的，就对了。我在想说，哎，这个是总统给我清白的，司法没有给我清白。啊，他说算了啦，你总统特赦就好了。为什么还要再搞什么再审算了啦？啊，我心里想说不可以。总统特赦是总统给我的，司法并没有给我。后来我知道顾立雄当不分区的立委，我就打电话给顾立雄，他都跟我介绍平原了。啊、他就跟我接这个案子了，我就讲给他听嘛。总统特赦是不是可以重新再审？他每次为了这一点，就会送到高院，结果准了啦。那个高院的法官准嘛，那个检察官姓黄的说，个人也知道我是冤枉的，结果他没有承担嘛，又把我抗告到最高法院嘛。啊，最高法院后来开庭嘛，那个检察官怎么讲说啊，总统。特赦了啊！万一再给你再审的时候，万一高院再跟你判有罪怎么办？我那时候听了，我真的，我听了蛮气的。他个人知道我冤枉，还讲这个话。三个法律的专家嘛，两个说可以嘛，一个说不可以。后来再回到高等法院重新再审。近来所受的苦难表达同情跟不舍，办案的疏失导致苏炳坤先生被冤枉饱受煎熬长达32年，你的委屈以及苦难会换来进一步的司法改革，我们会从你这个案件
去汲取教训，引以为戒，更加落实人权的保障。朱先生，你对本件的宣判结果有没有什么意见要陈述？没有，谢谢三位王。我是一个平凡的老板，一个平凡的生意。无缘无故的暴力纵横我一个家园，我的事业完全毁了。阿妈交代的。阿妈交代的。我们现在每个阶段不一样。对对对。叫我高兴，我真的高兴不起来。我们要推卸死亡。是对儿子对女儿都一样，讲真的。对，他就现在想可以再对他好的，我都会做了，对不对？哦，不要给他们拖累多好，是不是这样？哦。今天讲真的啦，没有说娶到这个好的老婆，今天我看整个家庭都垮掉了。我那时候被冤枉的时候，我的儿子刚刚国小毕业，最小的女儿才4岁。这个是我的大女儿，啊，那个是我儿子，这个我太太，那个是我的孙子，我的二女儿，这个小女儿，这个是她的女儿。那时候我被害的时候，比这个还小，我那个。小女儿比这个还小。12月10号那一天，总统跟我特赦，那一天刚好是我的父亲的忌日。出国因为我的时候是我们几我的父亲呢？